熊熊，喵喵，快递来啦！快，我们去看看都有什么。这次也有狗狗的，放心。啊，哎呀，鸳鸯最兴奋了，看看你的亲人小美来了没有啊？到了一大堆东西，这边还有。今天是大肯行哈，你先进去。这个应该是我带的，奶奶。你知道他是干啥的？阿仔每天都要上床跟妈妈睡的，但是我的床有点高，如果他长期这样跳上床的话呢，关节也可能会损伤。果然是泱泱的亲人神到了，难怪他这么兴奋。然后这两包是什么？我其实不知道，我看要不要在外面拆，要不然带进去有一点脏。但是外面好多蚊子哦。哦，这个是猫咪们的玩具。快把我的钥匙直接这样剪开，放下来，把想留的这个麻烦带来。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买的时候不觉得，拆的时候就很痛苦，不是安装的时候很痛苦。有没有人愿意来我家帮我安一下？这东西得装到明天了。太多了啊！我把它放在小车车上了，我怎么那么傻？放小车车上面推进去。有一个赠品，肌肉猫草棒。哎，怎么买了这么多？我现在选好多啊，好多啊！啊，每年都是这样买买买，好像不要钱一样。好了，慢慢的一出，让开让开让开，就知道你在这里面还有大皮猫两个关关。哎，快走快走，吃瓜群众，走了没有？拜拜。呀，你喜欢的明天才到，今天还没有来。奶奶给你买个小鱼，他之前那个薄荷鱼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。鸳鸯上来，老师一起推你，来呀。不怕啦！哎呦哎呦，弟也害怕。来啦，妈妈来来来，妈妈。妈妈不闪闪闪闪闪。好了。小翔，翔，你猜一下，妈妈把这些全部装好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吃瓜群众来了，干脆吃完饭再拆吧，现在没有力气。我最感兴趣的是给鸳鸯试穿着，先来试穿一下。样样来，样样。老师先弄明白怎么装，这个好贵的，但是这个是比较舒适的，然后又安全。我给阿仔也买了，但是阿仔的还没到，因为价格还是比较贵的，我就想先看一下鸳鸯穿的怎么样，再给阿仔买。样样来，样样。干嘛的？跟着家长病手。如果想给小猫咪穿牵引绳出去玩的话，一定要在家调节好之后让它适应，然后才能带出去哈。因为这个牵引绳也是新的，是不是啊？它到底靠不靠住，稳不稳当，安不安全你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在家试穿好，然后让它在家活动习惯。有些猫咪一穿它就不会动，比如乐乐。好，等会给它套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就是胸背带，这个是牵引绳。我看这个评论还挺好的，所以就买了。就是一百绳子和胸背带好像一共是170多，忘记了。哎，不能弄坏呀、啊，万一要退。嗯，妞妞，那妞妞先试一下好吗？妞妞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好玩的话就带你出去。细节满满的，还挺好的。希望质量也行。随机找一个小猫咪试穿一下，毛毛，你来帮奶奶试穿一下。对啦，好有用啊，这就躺下了呀。嗯，小猫来，小猫，小猫不来，乐乐来，他又跑了。小猫刚来了，现在又跑了。哎呀，乐乐太大了，这个位置留的不够，穿不进去，重新来。丫丫。妞妞，你跟他差不多个头。
啊，我来试一下。试一下看，看小猫咪能不能出去玩。嗯，别动，手手要放进去的。这种猫一点都不配。嗯，反了反了，重新穿，好无语。拜拜。这样。哎呀！嗯，怎么我怎么穿它都是个反家伙？嗯，这也反了，我怎么才能把它穿正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是我的问题，粗暴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奶奶，等一下，奶奶，是这里要穿到脖子里面去，搞反了。阿仔，你就别凑热闹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快点，好好玩的。你想不想出去玩？嗯。嗯，来啦来啦。嗯。那又来，你好意思吧？你就在那里看，嗯，快点试穿完这个，我就去做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最后是我们毛毛穿上了，奶奶待会奖励哈。嗯，去玩啦。这个胸背带它好就好在就是这个地方，它是从这两侧前拉的，不是勒脖子，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好。还有一个是。比较好固定，就是穿好之后它不受那个码数的影响，大猫就放松一点，小猫就放紧一点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妈妈，而且这个它不像衣服一样啊，然后猫会比较抗拒，会不敢走路。你看毛毛还没有趴下去，还行。你干嘛骂它？好啦，谢谢我们的模特小猫，没问题啦。你在家走来走去，它要走来走去。待会就给鸳鸯开始适应哈。出去之前呢，要把这个扣子把它挪到就是最合适的位置，这样它就会卡住，更安全一些。啊，第一件东西买的不错，这个盒子可以扔掉了。现在还是先来开狗狗的箱子吧，要不然老是气鼓鼓的在那里生闷气。对，轮到你，你走开，待会把胡子剃了哈。对，别着急，马上急死了。当当当当。这个有可能会被熊哥尿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防水的。你先下去，快点，壮壮的。嗯，怎么只有一个？不科学啊！我明明买的是两级，是不是这里可以？哦，是这样的。那阿仔，以后就可以用这个上床了。妈妈就给你放在床上去哈。好吧，嗯，妞妞来，妞妞来，你也可以用的。这个所有小猫咪，三脚猫啊，短腿猫啊，都可以用哈。顺顺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对的，你看，人家妞妞马上就学会了。妹妹，你来试一下。嗯，这样放在这里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很平缓的上去，是不是很棒？嗯，小猫咪也可以用，试一下。妞妞已经学会了，那个狗狗不知道要学多久。一旦，你来试一下，呆呆。总有刁民想害朕，它就是这样的。背后有那个床板的靠，还是挺稳当的。我自己试一下哈。嗯，然后又很软，很稳 ，OK。亲们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懒死得了。碧碧，试不试一下？小冰，妈呀！吃好饭了，现在准备来开箱。熊哥等了好久了吧，熊哥啊？猫咪也来了。嗨。嗯。哎，我好像听到门口又有人送货来了。不会吧？我还没开我的药，已经觉得疼了。假装没有看到，明天早上再说。自我麻痹，什么都没有，门口什么都没有，走。
The next day， 看看我这个拖延症，现在已经过去了24小时，又吃完晚饭了，等不及了，小欢。嗯，辛巴也着急啦。好，妈妈现在转，现在转，嗯，不拖了，不拖了，孩子们都等急了都。辛巴要帮忙了哈。嗯。熊哥，待会儿丢纸箱就靠你啦。哦。好啊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负责什么好呀？哎呦，我又困了啊，那你去睡吧。气氛组来了。好了，干活。人美话不多。鸳鸯还不跑，鸳鸯还不跑，快点，胆子可真大。顺子，待会儿领你去搬走了哈。顺子，你看我们家猫就是很大胆的。好，来。好了。行。好了，清理出来了，楼上先收狗，先收狗。傻孩子。嘿。对。小鬼。